咦，点解我哋会嚟咗呢度嘅？因为我哋要去日本啊嘛。点解我哋要去日本啊？因为我哋喺2018年智能都会创新能源比赛中获得咗全港冠军，呢个系我哋学校第四年获得呢个奖项啦，系咪好劲呢？哇，好犀利啊！咁我哋会去边度玩啊？我哋会去大阪同埋京都五日四夜，系咪好兴奋呢？咁我哋会去参观啲乜嘢啊？我哋会去大阪参观关西电力公司同埋三菱电力公司。咁我哋出发咯！我哋参观咗三菱电机旗下嘅电力传输及分配系统中心，仲有设备测试场地。在展览中心内，不能不提到的就是三菱电机电力监测系统，它是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装置，能够传送高压的电力之余，亦都能够在紧急的情况下中断电力，以保障周围人员的安全。除此之外，我们实地参观了电塔避雷装置的设计，从物料的选用、外形设计，甚至是组装过程都一丝不苟，充分体现三菱员工上下对改善市民生活素质的执着和专业态度，令我们敬佩万分。就好像时刻提醒我们在科学领域探索的时候应具备细心如尘的特质。这一次的参观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启发，明白到电力传输背后有千万人的付出和不求回报换来的，更令我们明白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便利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参观了大阪的关西电力公司，主任向我们展示简报，还用了流利的英文为我们仔细地讲解，内容包括关西电力的服务地区范围、改变电压的原理和因应不同情况而调节供电量的方法。电力控制中心是输电系统的核心，但当中的运作你又知不知道呢？主任带领我们去到控制室上面的阁楼参观，详细地介绍控制中心的运作。我们隔着玻璃可以见到所有员工都很认真地工作，为电力系统的稳定紧守岗位。参观过程中最深刻的地方是他们地底下的中之岛变电站，我们透过近距离观察电力控制机器组，估不到小小的控制模组竟然是控制整个关西地区的电力供应的命脉。在输电方面，由于电缆拥有电阻，为了令输电的过程中损失的能量减到最少，他们会通过变电站将电压大幅提高，才会通过电缆输送。当电力运输到用户和工厂的时候，就会将电压降低，以保护用家的安全。哪里来的？这里就是海游馆咯。里面有什么看啊？里面有全世界最大的鱼类鲸鲨，还有水母和海豹。那吃不吃得的？当然不吃得啦。那我们一起进去咯。好啊。海洋生物种类繁多，你对它们的认识有多少呢？我们沿着海游馆的螺旋形斜坡从上面走到去下面，就好像慢慢从地面走到地底这样，一步一步探索未知的海洋世界。海游馆里面还有聚居在日本的水豚和世界最大的鱼类鲸鲨，我们可以亲眼见到水豚津津乐道地吃东西，和身形庞大的鲸鲨在我们面前畅游，这么震撼的场景到现在都仍然历历在目。如果我们仍然继续破坏我们的地球，未知我们的后代还可不可以看到这些海洋生物呢？福建道河大社以千本鸟居而闻名，一个个红色的鸟居齐整排列成一条很长的通道，
咦，点解每个鸟居都刻有人名同埋企业嘅名呢？原来呢个系源于江湖时代嘅习俗，嚟呢度许愿嘅人都会捐款俾神社，嚟树立一座鸟居嚟表达佢哋对神明嘅敬意。时至今日，呢个习俗令神社里面树立咗数之不尽嘅鸟居。大阪城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亦都是大阪的象征。大阪城的城墙别具特色，是由巨大的石头建造而成的。大阪城里面的天守阁亦都是个很漂亮的建筑，上面用铺满了很多金箔，极其奢华。我们除了可以欣赏到大阪城公园的美景之外，附近的护城河和树木都充满着夏天的气息。大阪城在蓝天白云之下更显宏伟。我哋离开嘅时候，仲隐约见到一道彩虹，真系令人好想再去多次啊！我哋喺阿培野防灾馆里面学习咗有关地震同火灾嘅防灾知识。我哋转咗去一个家庭嘅场景，当发生灾难嘅时候，我哋要关闭家里面嘅电源同埋煤气炉，以防止火灾发生。喺火灾发生嘅时候，我哋经过有烟嘅模拟通道。學習火災時的逃難正確姿勢，經過那條通道之後，我們走到模擬影片裡面的地震發生的街道，學習避開潛在的危機，例如容易發生火災的地方和高空墮物的地方。最後我們踏上了地震台，感受七級地震的威力，真的很可怕。最後感謝香港工程師學會以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給予我們這一次遊歷大阪和京都的寶貴機會。我們在這次旅程當中體驗了日本的傳統文化，並且學習了不少的課外科學知識，豐富了我們的人生閱歷。此外，通過和日本人的接觸和相處，我們發現日本人無論在待人接物定是机械制造方面，都抱有认真严谨的态度。这一份态度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镜。